早晨，我知系拍戏乜都得啦。今日咁许贤约我喺呢个足球场同子豪一齐拍，咁梗系拍踢波啦。许贤叫我过嚟做运动，所以我着咗个运动 look 出嚟。咁我相信咧，可能系教我哋的波，或者我系女子足球队咁样咯，要训练一队。应该会踢波啩？系 hold 住，系啦，定啲。许 Sir。你哋喺度做咩啊？热身啊！拉筋。嗯。你哋知唔知道今日嚟做咩啊？踢波。踢波。啊！今日系打波嚟嘅，但系唔喐嘅。飞碟。哦。狗哥，狗哥，睇书。好，大家准备好未？嗯。咁咧，今日咧喺呢度要教大家一样嘢。今天是約大家嚟，我想教大家行路，因為我發現咧，好多人都唔識得行路。除了平時我哋行嘅路之外咧，我都係講緊你哋嘅人生路。你覺得你哋識唔識行？學緊。嗱，而家咧就飛碟喺度啦。你哋中意咩顏色啊？白色。白色 ，OK， 白色。污糟咗啊！唔好介意啊。多謝。好，你咧？你中意咩色啊？紅色啊。紅色啊。嗱，呢個咧就係你哋嘅目標啦。你哋而家 set 啊，擺 set。抄過去係咪啊？唔係，可以行過去。你叫我擺目標嗰陣咧，我個腦係冇畫面嘅，因為無啦啦叫我諗一個目標，我又冇一個好明確、好確實嘅東東喎。跟住我就諗喺呢一個球場入邊嘅限制之內咧。我係想行到最遠嘅，係啦。我想我嘅路咧有幾長行幾長。喺邊個位置最合我最合我心意嘅？跟住就前面啦，咁樣就擺落去啦。喂，你目標係咩啊？喂，你嘅目標係咩啊？你目標有幾遠啊？我目標啊，我想點啊？目標係咩啊？你哋？摆咁远要咩咧？我唔觉得摆咁远好喎。唔啱，唔得。啊！足球场入边。嗰个位系应该，即系如果我足球比喻啊，足球比喻嚟讲。封我手籠的話就封得最多位啊，企嗰個位啊，最安全。如果我淨係可以企一個位嘅話，人生有分短期目標、長期目標啦。跟住我暫時諗唔到有啲咩長期目標啦，都係嗰啲老土嘢啦，身體健康啊，身體健康出入平安，開開心心，世界和平。而短期目標就係、是、係做好作品先咯，做好我而家做緊嘅嘢，安守我嘅本分。嗰啲係許願嚟喎。即系实现唔到噶，即系世界和平，我谂唔可以系目标啊，除非你系普京咯，即系，好摆咗啦，摆咗啦，你咧摆咗未啊？我摆咗啦。啊，许 Sir 目标，小心啊！我有啲目标，倾亲啊，太多目标啦，你人生，太多目标，等先，你中意边只色啊，许生？好，你唔好理我，我教你嘢啊！你做咩啫？你跟住你哋喺度等阵先啊！我火柴过嚟啊！跟住佢做咩啊？许 Sir， 嗰个系阿慈嘅目标啊！子豪呢个系咪你嘅目标？系啊！你自信啲啦！系啊！啊！等等，我哋踢翻佢嗰个。许 Sir 系咪摧毁我哋啲目标啊？而家知唔知点解许 Sir 要踢走你个目标？唔知道。许 Sir， 点解要咁做？你做乜嘢啊？你
唔係幾樣嘢。首先，我問你，而家我踢走咗，你哋點行？照行，擺翻好先行。許 Sir， 你點行？你自己會點行先？哦，我知啦，就是其實冇目標都唔緊要，照行啊，因為我踢咗去嗰度喎。嗰個目標喺我心入邊，我都有嗰個目標想像到出嚟噶嘛，即係我唔需要一個有形嘅狀態 ，tangible 有形，即係實體嘅框框噶嘛。就算你抌走咗佢，你喺個腦入邊，你都可以諗你其實想做咩噶。你要記住你嘅狀態，你要記住你本身擺咗喺邊個位啊。係啦。不需要真實存在的嘛，咁我知道係嗰個位置，我行嘅嗰個位咪得咯，仲好添。跟住如果我想轉位咧，咁我咪轉位咯。我想轉個目標，跟住我想守籠，我咪守籠咯。係最緊要你自己知道自己喺邊個位置，要有個空間感喺度。我又係中場，你打佢啊！許 Sir， 我哋有冇啲悟性啊？冇啊，佢叫球好勁啊！呢兩個學生好勁，一人夠講。我冇嘢可以教佢哋，佢哋本身明咗好多嘢。你啊，啱啱咧，你哋个摆目标个表现都几好喎。咁然后我而家就想你行过去咯。咁我会拍低你行过去。我会特登反其道而行。即系点啊？佢想我正经行，因为我觉得唔正经咯。你调转行，我冇想任何嘢。好彩佢冇答咋，系啊。哦，你中意反嘢嘅，你系咪半翼？但我冇喎，真系冇喎。哦，咁你唔好反嘢。知道知道。冇嘢点反咧？系嘛？三二一，行啦。有冇话？我唔问啦。你咁正经嘅子豪行得，你唔系话要扮狗嘅咩？正经啊！晒啦！哎，唔紧要啦。哎呀，咁样啊，呢度就系我当初嘅目标啦。许 Sir， 系，你到咗啦？短期啊，我想今年帮元朗升班咯，都做到啲啊。我而家联赛第二啊，排紧系。咁失球咧？失球几多球啊？而家失球踢咗13场失。八球，系啊！我哋系全我有信心喎，真系今年，我哋系全个甲组失波最少嘅球队，系，我每场都打正选，耶！做咩啊？你唔中意你个目标啊？唔系啊，我徘徊下都得噶，唔计时噶嘛。喂，咁啱嘅。系啊，点啊？我目标点啊？几好喎呢个目标。但系你嘅目标喺呢度喎。嗰个系被踢走嘅目标咯。踢走咗你就唔理佢啦。我唔理啦，假噶嗰啲。有冇带落雨嘅话点啊？落雨嘅话系咪有冇遮啊？我查。今日许 Sir 教大家行路啊嘛，我哋又跑晒咁。你哋谂下系咪真系唔计时？你见唔见到滩水啊？啊！系咪落雨啦？落雨啦！落雨噶嘛会。啊！迟到未？到咗啦！到咗。我都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怎么样？你学到什么？刚刚你说不计时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我后悔了，收回了。为什么收回了？因为落雨滴花我的妆。是吗？是啊。就是这样的意思咯。是啊，雨会滴花我的妆。所以我想暂时趁我的妆未花的时候呢做好演员先。那我妆开始花了，那我就涉猎多些幕后的东东。OK， 我好像有点冒犯幕后的。不是啊，即是幕后不用化妆出镜嘛，意思是 no offense， no offense， 是不是？因为呢我看了一行禅师的这本书呢，就是教大家去學懂得咁樣去睇行路，亦都去即係提醒大家唔好心不在焉咯，行好每一步路咯，然後最終係為咗
取得平靜啊，係啊，咁所以咧，我係好想咧，即係叫阿慈啊、子豪嚟咧教佢哋行路啊。咁點知咧，佢哋咧好勁喎！佢哋啱啱咧嗰個訪問咧，佢都講曬本書嘅嘢，佢哋本身好似都佢唔知係咪睇過咧。我一開頭諗住 set 完之後咧，我咪攞走咗佢咧，佢哋就唔知點行啦。誒，跟住吹漲，佢哋知點行喎。即係佢哋仲同我講翻，首先佢就已經記得咗誒佢哋 set 個目標喺邊度，就算我拎走咗個飛碟。然之後咧，佢哋又會同我講翻咧，佢哋會慢慢行喎，因為咧佢哋想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然後最緊要就係行嗰陣個過程行得好。咁咧完全係我本身想教佢哋嘅嘢咯。咁即係我就係我叫咗兩個識嘅人過嚟教佢哋啲。他們識的東西，所以都挺無謂今天。因為我很想呢，經常都很想做那些心靈雞湯，而我一天呢，你明白嗎？我做主食的呢，我又不想經常煮一些別人煮過的東西，那我又會那樣東西是心靈，那是什麼湯呢？我就覺得可能是蘑菇湯，那我就經常喜歡煮這些湯給大家喝。那我思疑他們是不用喝的，就是很奇怪，所以我現在煮了一盆湯出來，好像大家沒什麼人去喝。這本書還教識我呢，即是令我在思考回，我一路走來是怎樣的呢？我現在在哪裡呢？我現在在這裡，就在這裡跟你拍攝東西，你們在看，是的。然後之後去哪裡呢？我就會想這三樣東西，一路走來是怎樣的，現在在哪裡，之後去哪裡呢？火柴啦、Eddie 啦，還有他們三位在那裡呢，即是今天有緣大家在這個球場遇上呢，都真係都係一個緣分。你睇下，你啲腳架找實個地下，而家已經我哋都感受緊天地靈氣，我哋踩緊同一個地下，同佢哋三個一樣。咁所以呢件事都好正啊！我唔知道點解咁正，我就咁講，我已經覺得好正。即活在當下嗰個好咧，就係佢可以俾到平靜大家。人都係需要平靜咯，其實好多時去到最後。而個人亂咧，個人亂就會做錯決定啦，同埋好容易會影響到身邊嘅人。所以拍呢條片咧，其實都係想帶俾大家平靜，就好似呢度嘅，即係呢個球場位於山上面，即係嗰種平靜又係啊好正。大家 feel 下啲聲。呢度啲樹。呢啲樹係一定係 Eddie 未出世就喺度嘅，火柴都應該我哋三個都未出世，啲樹就喺度。啊，正到我哋今日喺度同啲樹相遇，係咪好正啊？係嘛？喺啲額頭啊，係係。到啊！好隨意噶，滴滴下波嘅射眉嗰種感覺係最爽的。唉，中！哇，好穩勁啊！黐緊線，黐緊線，好癲啊！嚇，係可以咁勁嘅咩？但我呢度咧就可以一覽無遺咯，好似大地在我腳下咯，而嗰度就好似係世界嘅中心咁樣咯。咁有兩個觀感。咁啱啱咧，我有一種想法係。咦，其實佢嗰個幾好喎，威脅到我啊！佢嗰度角球嚟嘅，真係㗎？企入啲先，滂沱大雨。我話，雖然好快啊，但係咧，我記得好清楚啊！啱啱都唔知你講乜。你諗下，你自己想象下啦。如果啱啱你喺嗰度直線行過嚟，我喺嗰度直線行過嚟咧，唔知做緊咩？你係乜都冇發生過㗎，同你講。但係落雨喎，搞咁多嘢，搞到最後，等到拖延時間、蹉跎歲月、浪費青春。你乜都怕搞咁多嘅話咧，又乜都唔使搞噶啦，搞都唔驚啊嘛。不過應該好濃，應該要落多啲水，而家好濃。經過嘅消化之後咧，係呢碗湯都 smooth 翻啦。